Hello， 哎，你是你啊？华哥在这里就不要再乱转了啊！难得我在这里在听的嘛，哈、哦。对啊，嗯，首先那耳挖喷塞当天是什么效果呢？当天吧，我才刚穿戴，我就很放心的乱走路。那我也是不管是心理作用还是那护肤的效果，就只是走乱乱走，然后就会有那种脚有那种细微的噔的声音，然后会噔，那时就可能还在打通这样啊。然后我晚上的时候，你们我站起来，哇，那左脚那肌肉有点痛啊。所以叫妈妈扶我，妈妈就想说，哎，什么？然后后期才了解到，其实是裤子在做工，就是那边原本是很肌肉很僵硬的，所以其实是穿了裤子，它在调理那里其实会痛。所以像我的上线，它是穿了，它胃不舒服，还是问什么事情？我其实是它有胃痛的问题。然后我之前也是因为那时候我躺着按电话景象不好嘛，然后睡午觉我没有办法睡，没有办法睡午觉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再躺着一次再起来一次这种事情，所以我不小心趴在桌子睡过，就对颈椎也不好嘛。所以我穿裤子的时候，隔一天就突然间明明没有那种颈项是酸痛哦，然后可是过后隔一天就没有啊，就还是在调理那颈项 OK。然后啊、穿了那个裤子，隔天啊，那天我起来呢，就是后三样啊，两三个人啊、哦，那些是两个人，然后突然这个过程是挨着有抽痛没有抽痛这样子，我就好不容易坐上来，是那我妈妈顶在我背后，我妈妈顶在我背后，我完全靠她，我自己没有力的，她动我就会痛的那种。然后我整个左脚那时候穿就在阿罗拉喷砂，穿就整个左脚哦，酸，整条脚酸到啊，很酸。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原来酸可以比痛还要难受，整条都是酸到啊。然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站起来哦，要站，就突然间在左脚一个抽了下去，然后就突然间就在那尾龙骨隔壁那屁股那里就咚一声很大声，哇！我坐在床上哦就崩溃啊。我妈妈就问这是什么事情啊，然后是裤子在做工啊，这是她在做工。然后自从那次过后起来也是顺很多，就代表她都是打通了那个地方。然后也是在那一天过后，他们下楼啊，我就顶在床上嘛，用手顶着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力，我下半身是没有力。然后那左脚的肌肉它突然间就抽起来，然后跑去右脚就抽起来，在右脚咳一声，很难想象哦，就很像那电流啊，那舌体突然间痛了，它就过去，很难想象，我知道。然后其他的效果呢，就比如讲昨天就有提臀的效果咯。然后我以前因为从小就打拳嘛，所以我骨盆不摆正，造成我侧边看呢，我的右边屁股会比较高上来，这样子侧边看右边屁股会比较高上来、啊、然后穿了这裤子真的是一个星期以内，我发现就摆正了，屁股是同标准的样子，就真的是收紧回去了啊。它也是有改善我的便秘问题啊，就比较顺了，就比较顺了。然后就是哦，我穿那个裤子还有血管嘛，然后我那时候有皮肤敏感，那疤也是退很快。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因为长期下来我没有什么运动，以前每个星期至少运动几次了嘛，然后因为小的问题，所以很久没有什么运动了，然后我体重有上到53去过，原本55亿这样子啊，然后上到53，然后穿这个裤子都是有燃烧脂肪啊，就讲哎，就讲我的肚子啊，我这样摸摸皮肤，哎，感觉到酸哦，有氧就是我肚子啊，然后隔一天哎。手摸手也会酸，肚子也会酸，我问他什么事情，哎，可能是裤子做过了，真的呢？隔天真的没有酸了，然后称下体重，轻到49啊，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，大概一个隔一阵子，然后断断续续有一个3轮这样子，真的是我最重和我最轻的时段就在这那一个月里面，然后许不多，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，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事情啊，我没去想，就有人问我。你吃许多有什么效果？我就慢慢整理，慢慢思考哦。那天我就躺在床上，我突然想到深呼吸，哎，我可以呼吸，我可以呼吸哦，我可以用鼻子呼吸哦。因为我每次躺在床上，从中学开始是吗？我一定会鼻子塞，一定要用嘴巴呼吸，然后嘴巴呼吸还要用杯盖住嘴巴，怕灰尘飞进去的那种。然后隔天还会喉咙很干很不舒服的那种。这真的是穿了这裤子啊，配许多、啊，真是这个问题没有掉，鼻子顺顺的。这真的是很开心，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东西，没有去思考那么多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bonus， 很多个都是很大的 bonus。 然后那边有两个影片，那就是改善了，已经是改善，最惨的时候当然是没有录啊，最惨的时候呢以为还有心情录，你这样惨的时候对不对？不然原本是更惨的，上一个楼梯下一个楼梯可以有打底15分钟到一个小时，然后起床打底15分钟吧，我应该没有半个小时内就起来了。打底15分钟，最高一个小时半或更久，很长。所以那两个是很好的情况。然后下楼梯也是，所以这是很感激，就是啊，这个很平安。